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是小白的话，你要办卡，基本上应该可以从就是那个上海商银的那个水果卡开始。好，我十年，我八九年前脱白的第二张卡也是这张卡片，好，其实都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台信银行不见得是一个对小白友善的银行，而是因为他最近在推 Recharge 那个 FlyGo 卡，所以他可能会要刺激他的办卡量，所以会这个比较核卡比较宽松一点。但基本上我觉得台信跟富邦，他对那个新户小白其实都不见得是那么友善的，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可以再去斟酌一下。如果你怕你就是办卡然后一下就过不了，然后其实可以先选择从其他比较小的银行，像上海商银来办，其实过件的几率比较高。当你有一张信用卡，你用个3个月、4个月之后，你再来加办其他大的银行、中型的商业银行，过件的几率比较高，这样子。